代万里兵，燕乱星空妙地悬。北齐代万里兵，燕乱星空妙地悬。阴阳日月在长生，可惜天理难分明。若有真圣鬼谷子，一出天下定太平。南无无量寿妙诸圣王禅老祖。各位维新圣教世界和平促进会所有全体会友及李监事代表，及维新圣教中华民族联合祭祖总会李监事代表啊，及长基山仙佛寺宜兰道场圆昭法师所带领的义经大学贤士同修代表，阿弥陀佛。啊，今天10月30日，我们继续来共修。今天我们要禅解的是公赞王禅老祖天威。王禅老祖，万圣之祖。故我稽首顶礼。回顾民国71年7月23日，尊天华祖啊，天命由王禅老祖啊负责。开启蓝天圣门，有九大菩萨，开天九大菩萨啊，一起到台东大武山林啊，上了一个天教阙，蓝天门在那里啊，为树立在大武山上，面向东海，非常的庄严。那么这个点啊，你外表看似满山都是树和石头，事实上里面含藏的无限的天机，空界蓝天门在那里啊，所以王禅老祖啊，他怎么样能够看到这一点呢？蓝天门在那里啊，后来我悟了，因为王禅老祖他是八卦祖师、风水祖师，而且是万圣之祖。王禅老祖又是风水祖师，利人利天。王禅老祖精通武术，所以王禅老祖在风水学上他即是风水祖师。王禅老祖的风水不是只有一般所说的风水学，而是含藏的无限的空性天机啊，所以
看出这一点是开启蓝天圣门的一个宝地。蓝天门开启之后，蓝天门是玉皇大帝金阙天宫，所以九大菩萨在玉帝座前会议，天上界开会啊，其中有一项就是王禅老祖他的专长，就是易经、风水、宗教啊，是王禅老祖的天威。所以王禅老祖化愿要在台湾为根据地，要将中华文化、易经、风水和宗教融为一炉，来普传天下，普传地球，世界各地。所以王禅老祖的天威利人利天，王禅老祖的大智慧，大无其外，细无其内。所以从71年开启蓝天之后，啊，一路走来到现在，才有今天的台湾世界新宗教维新圣教。维新圣教是以易经一化开天，再化辟地，人力其中，万化生成。鬼谷先师传妙，王禅老祖的大智慧，大无其外，宇宙虚空满三千大千世界，都在王禅老祖的心中。细无其内，也在王禅老祖的心中。所以啊，这个禅机啊，后来我一天一天的理解了。所以71年之后，我跟王禅老祖天人合一了。突然间我的眼睛看到的空间有好几层，千万千的空间世界，微尘世界，有如今天空气那么细，都是微尘世界啊。所以王禅老祖啊，给我的智慧就是能够啊看透大地风水。所以王禅老祖在台湾兴盛起来，是以易经、风水、利人利天而兴盛这个教文。
虽从72年1月15日3块钱的普卦易经大道系五期内眼睛看不到的事情，在卦中都寥寥分明，眼睛看得到的也是寥寥分明。所以老祖的智慧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，老祖的智慧万圣万佛的智慧都包含在王禅老祖的智慧，所以万圣千万佛恭赞王禅老祖为万圣之祖啊，那即是道，道，道。虽开蓝天，这是一画开天，这是阳爻；再画辟地，是阴爻。啊，一阳一阴之间，含藏了无量无边的生死智慧啊，所以我才发愿与王禅老祖配合来转这个法轮啊，将易经和风水学融为一炉，再加上宗教心灵哲学灵魂学合为一炉，才有完整的道。所以从此之后，我看山河大地到处啊，游山玩水，都能体会到各地都藏着无限的禅机密。所以今天啊，我们又回到来禅解宜兰道场风水宝地啊，宜兰道场。这风水啊，由圆辉法师，他是我们第二届易经大学的班长啊。有一天啊，老祖开示啊，圆辉你要到宜兰去弘法，到宜兰去安抚三界万灵。圆辉法师很谦虚的说：“师父啊，我什么都不懂，你就去就对了，你就懂了。”啊，因为宜兰地区武术界的山头各有山头啊，常常在打擂台，打擂台会伤感情，但是世间人众生相会伤感情，所以你要到宜兰去，去安顿化解这个纠纷。原来法师一个习惯，讨教人笑一笑，好嘛，那我就去吧。好，那时候去了，
他说我没有，那里没有信众呢。我有一位，也是二界的黄竹立，啊，他是宜兰人，他可以帮你忙。啊，那就去了，自己单枪匹马，带着现在的圆昭法师和他们的四兄弟，单枪匹马到宜兰，啊，开始用租的房子租了一个。啊，林明祖的家当临时道场，在那当教士。啊，那有一天我们在这里上课，我说赶快向往台风要到宜兰，啊，你赶快把老祖请过去安坐起来。那时候有老二，啊，他们兄弟啊用厢型车，啊，老祖的法相大尊的就坐在驾驶台旁边，安全带绑起来，一路飙到宜兰去了。那时候还没有雪隧，还是在左山区，很快的到宜兰去教室。老祖安坐下来，向往台风不来了，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，所以就开始宜兰的道场，啊，开始由这个点燃一盏光明的灯塔。在林家当教士三年后，一天我跟圆辉法师说，啊，这里要找一个道场，找一个农地，一块农地，啊，才能够稳定。所以圆辉法师啊，他也就到处找，结果找到一块农地，在教室的啊南边附近，找到这块地，我跟他说这块地很好。啊，以风水学来看，玉带环腰，这个点在这里，玉带水，好，啊，这个别，啊，这个都是钱。啊，玉带水，啊，我说这块地去商量去买起来，他说没有钱，我说买起来就会有钱了，放心好了，
这里有一群护法守在这里啊，这个点是台湾啊，东北东的太极天一个点，太极天的三门天门在这里啊，所以就埋起来了啊。宜兰道场的同修很护持，大家一起出钱出力买了这一块宝地，这块宝地呢，一般人看不起眼，我看到这是一个和大陆长江水龙的水系有牵连啊，这个是骊山老母在台湾来来去去一个点，也是姚楚金母啊在这里啊度众的一个点啊，这个点呢是王禅老祖的大道场，所以圆觉法师很细心的规划了，就现在的宜兰道场，庙不太大，有仙则灵啊，何况宜兰道场的主神是大罗金仙王禅老祖啊，在这里镇守啊，才有这个天威，有这个福坐在这个点来服用宜兰地区啊的宝地，所以我顺手提笔写了顺手牙头山卡达两庄碗做好丢依然圣贤出一半，原来法师听了很高兴，但是害臊啊，他的庄严就是笑一笑，讨皮皮，讨好叫脚嘞啊，所以这个点是宜兰地区的福气，也是台湾人民的福气，也是世界和平的灯塔一个枢纽。所以宜兰道场啊，它的禅机密是妙不可言，不可说，也不可思议啊！祝福各位。请收看《维心法语》，如是我闻。各位维新圣教一经大学的所有贤士同修啊，本维新圣教的各分支道场
都有它的风水宝地啊，也都是叫做禅机山啊，啊，宜兰道场这个点啊，是中央山脉南北纵轴，北边一条脉到宜兰郊区啊的地方，山龙来龙这都是钱，一个龙潭这是一座龟山，啊，这个点落在这里，在宜兰道场。周围都是田，后面的山太美了，大武曲山，大武曲，左虎右臂，这里就是红叠叠，在这里，啊，这个点落下来，落到田里面。落到龙潭水啊，这个沟边在这里停住了，穴就结在这里。啊，这个穴就是浮水莲花、浮水莲台。啊，穴呢？那时候。我带学员同修一起去看，看不出来里面有什么东西，找个时间分金线把它定好，啊，找一个时间开始把它挖下去，挖破土。破开来一条线，七彩的线，将近有十公尺那么远，在土里面将近一尺多，上面是烂泥巴，在里面一条七彩的分金线，很妙，而且这个卦位八卦罗盘量起来，水地比，动六爻，啊，所以这个点穴方向出来了。太极呢，也就在线的旁边。那个地太极的地方，水土里面有水，里面是空的，像水床，那就是水莲花。我很高兴，
啊，大家都很高兴。所以这块宝地就是一个大道场，人没有办法居住，因为人的福报有限啊，一有限的住在那里不会多久就会跑掉，所以只有啊，老祖大神才能居住。有如台北行天宫啊，也是一个浮水莲花。北港妈祖庙也是浮水莲花。大甲妈祖庙是倒地莲花。大凡寺是山莲花。啊，各有不同。所以宜兰道场这个点呢，啊，藏着无限的天机。这是活的穴，不是死的穴。活的穴要神来住，集大家的福报啊，在这里建了一座庙啊，则会庇荫当地方圆百里的百姓。所以一旦道场盖起来之后，宜兰开始就要发达。宜兰现在有没有发达？有啊，有啊，爱讲实话，若无发达嘞，吼，恁就用搬走。啊，若无迄无你，你搁等一阵嘛，会做发达嘞，高铁也会到了。啊啊，所以宜兰道场啊，它的风水天机密，是一个修道的好宝地。那么圆辉法师啊担任主持，在宜兰地区弘法利生，度了不少的人，不少众生，名扬两界同度。我们在去年圆辉法师来世间的天命圆满了，回家了啊，留下来就他的舍利子在这里，舍利子在就有人也在啊，在这里转法轮，继续转法轮。所以宜兰地区的同学们啊，你们很有福气啊，一生你要有好宝地在那边修行，进进出出拜佛拜神求平安，那是百千万劫难遭遇耶。今天大家都遇到了，还有圆照法师带领各位同修啊，大家继续在这里共修。老祖的天威有求必应啊，接着斗亦文生圆辉法师
你们有求也会必应的。所以道它的真实意是千变万化，而一旦道场这个宝地是王侯将相的宝地，是台湾人民共同所享有的宝地，我也很欢迎啊，各界来这里拜老祖，啊，来求平安，求智慧。宜兰道场、平阳穴、平阳一穴胜千峰。平阳龙一个穴胜过一千个山，那么宜兰道场这里藏着一个天机，道场前面啊，做一个圆的水池。这时间，哎，我记不起来了。啊，有一天，我上课在仙佛寺这里，老祖说要赶快到宜兰道场，我不知道要做什么，过去就对了。三更半夜，车子开到宜兰道场了。我请圆慧法师不要走啊，那要点前面的龙穴，这个真龙真穴要有龙珠。摔在道场的前面啊，挖个圆圆的龙珠。那时候我到宜兰道场已经晚上十一点多了，老祖开示点三十六炷香禀报天地，啊，香插在要开挖水池的地方的中心，啊，就交代这个明天开始挖，啊，这个水池挖好了嘛，先放水再讲，啊，不要做水泥墙，都用自然的土坡，所以。做好了，水放了。有一天，啊，突然呢，水呢自动会转。啊，宜兰道场的这里的水在转的，哇，转得很快。长江大地震，汶川大地震，所以老祖开示，长江的水龙的开关在宜兰道场，啊，前面这个点。原来里面藏的这个天机，所以长江、汶川大地震，它的症结点和宜兰道场这里有很相当的
因缘啊，因缘到底怎么样呢？要天界才知道，我们都不晓得，我们只能赞叹。所以老祖开示，我们同修来到这里，你可以走七千又七千啊，那里面我们养的鱼水也很清，可以在这绕这个圈圈，可以静心，会生智慧啊。所以这个宜兰道场这个水龙啊，这个珠藏着无限的天机密啊。所以圆辉法师功德圆满，圆寂涅槃回去了啊。接下来由圆昭法师来担任住持，负责管理这个法脉，法轮常转。所以我们只要生活与供养，天地无我，金刚妙心啊，道即会放出无量光明、无量光、无量寿啊。所以我很欢迎各地善心大德，你们有时间到宜兰来，可以来宜兰道场来拜拜老祖啊，你们会得到老祖及龙天护法的加持和护佑。但是要赌博的，要签赌的，你来这里求一定会共辜，因为宜兰道场是一个正派的大道场啊，希望各位同学们大家要理解王禅老祖的天威，将大地的风水宝地点出来，花了那么多的钱盖起来，给各位同修维新贤士同修们啊，大家来这里修行啊，来这里交心会心会佛会祖灵。尤其北区宜兰地区上空辖内三界万灵列祖列宗诸祖灵，也欢迎你们啊，光降宜兰道场一起修行来共修。宜兰道场是通往南天圣门的一条路，也是太极天一个门在那里啊。所以王禅老祖视为太极天天龙教主，故我稽首顶礼啊。王禅老祖啊，守着太极天，万圣都是从太极天而来，娑婆世界来世间，何况宜兰道场的位置是太极天的天门，
希望各位同修好好经营，好好修行啊，有一天世间的业障圆满了，我们就可以回家了，回家就从太极天回去。所以大家时时刻刻恭念南无王禅老祖，南无王禅老祖，南无王禅老祖，把你的心和灵啊，就可以王禅老祖天人合一。天人合一不是跳档，而是时时刻刻啊，给你加持智慧。智慧平时你不知道在哪里，一旦要用的时候了了分明。所以老祖慈悲悯世，救人救世，老祖是以易经和风水作为我们大众在世间啊能够生存安身立命，知一切吉凶祸福，了了分明。所以老祖在台湾各地成立了48处道场啊，教室60几处，都是在传王禅老祖的神威天威啊，唯愿我们各位同修们大家相互的勉励啊，好好的修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啊，还有事要相求，你用意来占卜，你就可以了了分明啊，用意占卜起来吉凶祸福在卦中清清楚楚啊啊，这即是宜兰道场的禅机密啊，也是王禅老子的天威啊。那我们现在来回向，请合掌回向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还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，同生极乐国。阿弥陀佛。祝福各位。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。维古先师天德经。